交通安慰医治，常与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同在，也与今天接受这一份礼物的新的朋友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让我们彼此互道圣诞快乐，彼此握手，上帝祝福你们，圣诞快乐 ，Merry Christmas。